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发。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了。今天要开箱的玩具是这个东西了。当当，这个是我奥特曼加那个飞机的。的样子是这个啦，这个是很像初代的那个战斗机，所以我才买。哦，后面呢，它有三款的啦，就是，等一下动了我镜头，它有三款的啦，就是这个钻头、蓝色飞机、黄色飞机。我有看到泰罗是这个，泰罗是这个红色钻头的，然后艾斯跟我现在这一个奥特曼一样是黄色飞机，蓝色飞机是初代，对。初代嘛，佐菲啊，对，蓝色飞机是佐菲的，然后黄色飞机是艾斯的，泰罗的是这个中间这个钻头，我指去哪里？可是为什么我买了这个佐菲又是这个的，我就不知道了，毕竟是应该也是盗版玩具吧，哼。那么这个是贝利亚的，都看得到吗？因为海沙贝利亚有罗布，你觉得他们会？罗布兄弟会打得过凯撒贝利亚的吗？会的话还是不会留下面留言，我只是问爽的，不要回复，不要留言也可以，但是你们要给我点个赞。 OK， 废话不要多说，我们快点开箱。有这个一个名字，先把它封印了 S。 OK， 哇，开这种箱哦，这里也有啊，这里是啊，看镜头有点看不到。那你这封印也太强了吧，等下我直接手撕也撕得了啊。还有没？ What？ 这个把粘纸抽出来。喂，还有哦。What？ 等一下哦，要剪一下。哇哦，很难啊！我开好了再来了，开好了。What the hell？ 一个玩具这样多个粘纸，还有吗？你不是啊，都拉出来一点啦、啊。What？ 你不给我是拉出来啊？直接，本来想要很帅拉出来，不用紧。啊，这看到没有，还可以留那个美观凯撒贝利亚 VS 罗布两兄弟，开始。那么继续开箱这个，开箱。有一个东西掉出来了，那你 OK 哈、啊、先慢慢拿出来。哇哦，没有说明书了吗？真的就是名字啊 ，S111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好的，我这有粘吧？不是吧你？你不是吧？这个是它的导弹之类的东西的。这是哪里哦？飞机头，它的套没有了。这个是这样的。哎，有点太暗嘞，看不到嘞，怎么办哦？他的手，他的背后，哎呦，怕有点太暗呢，应该不会了。他背后粘着，这能拆的吗？这个能吧，还是不能呢？还是能？不知道哦。能啊能，我那是坐飞机啊！等下，我们再坐飞机。先回来先，哇，这个要脱了嘞，变回来。我发现我都没有看镜头哦，因为太暗了。我还是看那个了，看外表，这头的，哇，脱色哦，不知道看得到吗啦？哦，这个导弹是坐飞。变成飞机之前是装在哪里的耶？不知道哦。那么立马，我们现在把变成飞机吧。他们有那个说明书，所以不知道。我已经知道第一步骤是怎样了啦，这个先出来。
这应该是机身啊，这个有号码这里。这么快就五分钟，不要耗时间了。这个这样子，然后呢，要研究一下。哦，这个是这样啊。他没有说明书，我不是很了解，毕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机械类。我这把拆出来就比较容易了。怎么样哦？傻嗨，搞不懂哎。这一次我手可以收进来的啦，切，手收进来。这个脚不能再折的吗？什么档位的哦？好啦 ，OK， 把包在里面，然后锁住，喂 ，OK， 锁住啊，有锁到了吗 ？OK， 有了，锁住锁不稳啊，还有一点缝隙，哎，锁一下断掉，这里也要锁一下，这里要锁，哎，后面这里开。What？ 这个是什么呢？你这些对准。对准，我发现我不能够看镜头，因为我看镜头太暗了。OK， 如果有蒙的地方就抱歉了，毕竟在户外有很大太阳。我又没钱买这些题材呀，买这些。设施所以呢就抱歉，哇他的气，哇很挤啊，我的后面后半段应该已经完成了，现在是前半段。这是什么飞出来的？刚才这对称它的里面吧，塞进去 OK。 我的飞机那个这么小的吗？ What？ 然后 yeah 飞机头装的呢？里面的构造是怎么样的？应该是这样的。问题是里面的构造。也是这样。OK， 那这个呢？这个是装哪里呀？应该是导弹吧？为什么是这样的？鞭炮这样的？鞭炮这样的哦，应该是装里面。哪里过来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像的吗？不可能，这不是吧？这装哪里的啊？飞机模型有像吗？只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装在哪里哎。这里有接口哎，接口接在哪里？诶，为什么这个借口怪怪的？借口怪怪的呢？说嗨，这个是怎样？这个放哪里的啊？这个如果有知道的话，留言在底下咯。又这一只东西这样子的哦，又没有什么空位给我插这里呢。这个不是啊，这个排气孔装饰品。哎，管它了，就这样了。OK 了啦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。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村呢，我知道这个是主题是奥特曼啦，就是这是什么啊？这个应该是机飞翼吧？这个，总之我是不知道啦。这个这里有一个耳洞哦，而且不深的耳洞，哎，就只能够暂时给它这样子啦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啊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记得点赞、订阅还有分享了、订阅了，不要忘记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我们每次更新你们才不会错过。这样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